们又变成在路上很奇怪的人了，所以先走咯，拜拜。完全忘记拍照，我晚上吃的是胡同，还有什么胡同跟宵夜去宁夏夜市吃，然后完全忘记录影，因为太兴奋了，而且胡同我点超多我喜欢吃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呢，好，我现在应该会记得，我等一下要去找，哦，今天是录影，今天是回台湾的 day 6，然后等一下去找HP 之前在 HP 实习的同事一起吃饭。然后我们要吃春水堂，我超级期待吃春水堂的。然后，晚上要去吃 The Lobster Bar， 希望我会，记得录影给大家。好，嗨，我又变成在路上很奇怪的人了，所以先走咯，拜拜。结果，我中午忘记录春水堂的影了，所以。我一定要记得，因为我现在要去吃 The Lobster Bar， 我用Google Map 看，然后好像都在前面的左边，哦，到了，这里就是它。好，我抵达了 Lobster Bar， 可以看，就是它，嘿 ，Good， 反正呢，我等一下就会记得录影给大家看。这次回来时间好少，好烦哦。OK， 等一下见，拜拜。好饿。听说这边一定要吃龙虾沙拉堡，但我不确定。我会不会吃，因为我很想要吃西班牙炖饭。等一下来看。先喝个奶茶。哦，很酷。上面是硬的焦糖。The Lobster Bar， 然后我觉得很还好，我觉得太贵了，然后没有达到我的期望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表哥本人带我们来一家在看起来很像文青会来的咖啡厅，然后每个镜头是怎么拍的，然后就发现，他就我会问。我感觉蛮帅的。然后呢，就要吃，要喝咖啡。我觉得这边是很酷的店，就是超级多人在那边，用笔电，然后就是做功课什么的。酷，现在已经晚上九点多了，还满满的人。我们终于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个很酷的房间。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房间。好。大哥，你知道多不熟？我都记错了。
准备好，然后准备要去弄头发了，就妆都化好什么的。现在好紧张，因为我想把，哦，是不太暗，因为我想要把头发剪短。我现在头发就是有点像削薄嘛，但是我很喜欢这种挑染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不知道要不要，就是染全黑，还是我想要上面染黑，然后下面在里面做一些挑染的颜色，我不知道，有点紧张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outfit of the day， 开个灯。我预计呢，等一下我应该会穿豹纹的靴子，然后这个裤子就是在 American Eagle 买的那个很好穿的黑色的 jegging， 然后上身呢穿的这个分量感很大的是 Severe 的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买的运动感的这种上衣，然后它有就是这个拉链设计，它其实可以拉开的。我如果等一下有记得的话，我把美国，我看美国网拍美国的店，他们最近很流行这种衣服，我觉得很好看。然后我第一次在台湾看到就是 Severe 带的，一般很少有看到这种衣服，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感觉。然后其实我今天早上录了影片，就是录我这个眼妆的怎么画 Gary with me 的影片，希望我可以今天把希望我可以今天把它剪完。 OK， 脱个鞋子，那我现在来准备出门。然后可是现在外面下雨，我就觉得有点烦，可是还是要出去啦，因为我要把头发用一用，至少这个布丁这个断层 must go。 好，那我就快点来准备出门，等一下可以看到 Jessica 跟小 Rat。 Oh my god， See you later， Bye。看我头发多么的可怕，在光线下看起来好夸张啊。我想，在染头发，然后我的清单里有要吃韩记老虎面，竟然在染头发的时候实现了，超猛的。Jessica 有要入境吗？我今天本来出门的时候有说会录到小 Ryan 的，我脸上镜子比较好。好，我要开吃了。隐约感觉到，我刚刚睡着，
染完头发，剪这么短。黑色有东区剪刀手是我的东区剪刀手是他的名字，好 OK 然后里面翻开是灰色的，这样会不会比较清楚？一起吃早午餐 ，no 午餐，你愿意入境吗？不愿意 ，OK， 他不愿意入境。我们今天要点的是辣椒面跟一个海鲜炖饭，奶茶。倒数两分钟，12月31号。我，没错，我其实不是会，在外面跨年的人，我很懒惰，所以就我都喜欢待在家里陪家人。然后，先跟大家说一下新年快乐好了，两分钟后就是新年快乐。首先呢，很谢谢大家，这一年来对我的支持，就，有时候在美国也觉得很无聊或是很闷的时候，看看你们的讯息心情真的会变得很好。然后有很多一起在美国的朋友也会一直传说哪里有折扣讯息给我，就是害我一直买东西。对，然后就很开心，然后很谢谢你们，不论是在台湾的朋友或是在美国的朋友都给我很大的支持。然后就是新的一年里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。我很喜欢说嘛，就是我觉得人生真的很短，不要后悔。然后就希望在以后回顾过去的时候可以不后悔自己的一生，这样。16 15 14，新年快乐！2016年 ，Happy New Year！ 然后我刚刚还没讲完，反正就希望你们都可以过得很好。然后我可能有时候比较忙一点，所以讯息真的会很慢，就是很抱歉。但就是希望，我们这种关系可以维持下去。然后就这样啦，希望2016年顺顺利利，拜。我的新年在看 Friends， 然后跟我们的 Jessica 聊天。Happy New Year, Jessica!